所以你要这样多治他几次，他断然不敢酒后大闹事。哎呀，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在你们家啥事儿都你说了算呀。最后招太多了。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和我爱人我们结婚8-9年了，小孩都6-7岁了。我爱人他就是特别的传统，有一点大男子主义，脾气也不好，一点小事都要争个面红耳赤。我希望他能为了我也为了孩子做一些改变。我承认我有的时候确实脾气不太好，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我爱人就总是愿意揪着这态度的问题不放。我们工作压力都很大，为了经营家庭每个人都不容易，我希望我们能够互相体谅互相包容。有请这对夫妻，有请。黄先生38岁，来自广东运营；陈女士38岁，来自广东设计师。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啊，妈妈们现在最焦虑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对吧？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跟老公是不一致的，是吗？是的，小孩现在马上要上1年级了。最迫切的就是在做这个幼小鞋尖嘛，因为其他的家长朋友我们平时也沟通了比较多，然后特别是在我们就一线城市大城市的话，小孩子其实竞争是非常大的。我是希望给小孩子提前做一些培训，让他以后能力上面得到一个提升。我爱人呢，他的想法就是说小孩子可能是要放养吧，因为现在他还没有上小学嘛，虽然说是幼小衔接，但是我还是希望就让他有一个快乐一点的童年吧。只要他现在身体健康基本上就够了，然后平时的话就培养一些爱好学习的兴趣。嗯，他以后读小学的时候一些文化上面的东西他在小学里面他可以学得到。我是有就是说有给小孩报了培训班的，但是因为我平时加班也比较多，然后就开课的时候刚好是周末，我那时候去公司加班去了，然后就说让他爸爸给送他去上课嘛。然后当时我爱人他，因为我之前没有跟他商量，我是自己报的，然后他就很生气，也不愿意送小孩去学校，然后还跟我大吵大闹，等于不支持不配合，是这意思吧？对，不配合，不需要这样子嘛。我不想他现在去参加这些培训机构这些学习，可以说以后他以后再去。那他现在要做什么？他现在去做时间安排吗？周末的时候我会陪他出去爬一下山，给他锻炼一下身体，让他开朗一点开心一点啊。对，我觉得小孩子不需要，现在不需要这么卷。第一个事儿我们听明白了，夫妻双方这好像是现代中国家庭很多家庭都会碰到的一个困惑。妈妈希望孩子能学，爸爸能希望孩子稍微成长的自然一点，是这意思吧？对、啊、还有啥对他不满？他特别爱喝酒，而且每一次喝酒就没数，每一次都要喝到大醉，晚上凌晨3-4点、嗯、甚至有时候快天亮了才回来。多久喝一次？一个礼拜有3次左右吧。哦，一个礼拜3次，3到4次吧。那就是不是在喝酒就是在醒酒的过程当中，是这意思吧？对，第一天喝多嘛，3-4点嘛，第二天缓嘛，第三天再喝嘛，还挺会休养的哈。为啥呢？其实现在各方面压力比较大。嗯，对，然后也到这个年龄了，感觉莫名其妙的心里面会有一些焦虑，再加上有时候朋友叫出去喝酒、嗯、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挺对不起我爱人，就醒酒之后啊，但是喝的时候就不会想到。是逢喝必醉吗？差不多。那怎么会喝到凌晨3-4点呢，甚至天亮？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哦，这是夸张的、对，没有那么夸张。哦，基本上也就12点多1点钟这样子。反正每次都是孩子老人都睡了，我们都睡了、哦、然后他就回来，喝醉了回来。喝酒闹事吗？会发酒疯，摔东西啊，摔门啊，这样子就会闹出很大的动静，然后或者是讲话就声音很大，就是因为每次都是晚上半夜回来，然后就是搞得大家都被吵醒、嗯、小孩啊老人因为本身睡眠就比较浅、嗯、都会被吵醒，然后有的时候
就是说可能隔壁邻居他们都有意见，就曾经有过第二天就物业找上门来，就说你们晚上什么事情这样子，就是搞得动静很大。那是在他喝醉酒或者说喝酒之后才这样，还是平常他脾气就是这么个脾气？平时的话脾气也是比较大的，遇到不合心意的事情他可能发火的话，在这个时间场合就没有太大的顾忌，就会在小孩子面前，甚至说在我自己的朋友面前就都会发火。发生过什么？就有一次是跟朋友出去聚会，就我自己的朋友，然后就一起去的，当时也是因为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两个人就有一点分歧嘛，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的，然后就突然发飙了，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对我大吼大叫这样子。经常这样？也不是经常这样啊，就有时候会，就是有时候跟他讲一些事情，其实是讲道理的。其实就是朋友之间的话，其实我还没那么在意，因为毕竟我也不是跟朋友他们过日子吧，是吧？但是我最在意的就是他喜欢在小孩子面前生气发火，小孩子就经常会被吓到吓哭这样子。但有时候我就觉得对孩子特别不好。比如说有时候，因为我儿子本身从小到大就是吃饭吃得比较慢，而有时候我就规定他，你一定要比如说二十分钟之内要吃完。为什么？因为他吃得很慢，所以说给他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啊。我们都吃饱了，就还剩儿子在那里，我就说那你在这里吃，再给你15分钟或者10分钟。好，我爱人有时候就会在儿子旁边玩手机，然后就分儿子的心。那你说我会不会发火？我就是我想象不出来，就像他这样一个看着那么斯文的人发火是个什么样子。比如拍桌子啊，摔东西啊，这种。因为有时候实在是气得不行，其实很多生活上的小矛盾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啊，然后日积月累的，到说的时候，好，我有我的道理，他有他的道理啊，然后说着说着，两个人你就控制不住了，就控制不住了，对。就他有什么缺点，让你老觉得要跟他发脾气呢？没有时间观念，每一次不管是干什么事情都是拖拖拉拉的，特别是前几年的一次是春节前，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要改成绿皮火车，但绿皮火车是要去另外一个火车站，然后就说离我们当时的地方很远，而且就时间特别长。就其实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倒无所谓，主要是有老人小孩，我还是有点点不太拿得定主意嘛，我就给他打电话商量一下这样子。老人是谁的老人？奶奶。哦，奶奶带着孩子奶奶，对，哦，带着奶奶和儿子一起回老家过年。哦，对。然后当时就我有给他打电话，就说问一下，就说我们要不要改这个车还怎么样的，然后他就直接在电话里面朝我发火，就直接摔电话，然后也不听。我当时听确实是非常非常气，本来春运就非常难买票，他还迟到。不，就一开始那个上头我是能理解的，就是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下一个瞬间，但是两句完了之后不就得想咱们还得怎么回去吗？对呀，然后他挂我电话，然后我又给他打，他还是给我挂电话。然后当时因为我是已经到窗口排到我了，然后后面的人一直在催你快点。所以您那时候是委屈多呢？是委屈。是委屈是吧？对，因为我就是很需要有个人跟我商量，或者是跟我确定这个事情要怎么办的时候，然后我找他找不到。一般家里面拿主意的或者大事的决定什么的是不是都在他那？对，他就是比较大的人吧。然后有个事情啊，我是觉得挺委屈的，就是说我们平时出去吃饭什么的啊，他从来不会主动先问我说老婆你想吃什么呀，或者是你今天想吃什么，或者是什么的。每一次的话他都是直接就自己点菜了，就想吃什么就自己点了。因为我觉得出去吃饭其实来来去去也就那些店吧，然后他就很喜欢去吃一些网红店，其实我也陪他去过，但是很多那些店其实说实话也不是特别好吃。所以说到了后来就跟他出去的时候基本上我就拿主意了。好，还有一个事情，我们那边的习俗就是说大年初二是回娘家，但是就说我跟他结婚了有8-9年了，就说我大年初二我基本上是没有回过娘家。为啥？我就想把他过得连贯一点，前面几天在我家，然后后面几天就直接在他家，其实在他家时间也不短。你的安排方式是按照你的理想安排？对对对，我不想跑来跑去的。
所以你们是初几到初几在您家？大年三十到初二在我们家，然后初三之后就在他们家。哦。然后就知道在他们家待到什么时候上班，或者是有一些情况要回我家里面才会回去，基本上三四天、四五天以上吧。两家挨得近吗？车程的话就半个小时。嗨，那你初二还不陪着回去一趟啊？那是图什么呀？其实我就是刚才说的，其实就是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去折腾跑来跑去的，嗯、对。好，而且过年的时候、他也会喝一点酒。谁喝酒？大家嘛都会喝点酒。主要是你喝。对，也会喝点酒，也不想、比如说第二天，头有点晕晕的，又跑来跑去。对，您得醒酒。对。哦，对对，忘记您还有这爱好了。我很好奇啊，你看啊，就是男人的这个大和小啊。看起来好像特别冲突是吧？嗯，他看起来是个大男人是吧？嗯，其实特小，对吧？什么事都要以我为主嘛。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这么说您能认可吧？你看，喝酒是我莫名的惆怅，我要喝，对吧？孩子是我有一个想法，我必须得这样。迟到了我先抱怨埋怨，没有给出解决的方案。春节回家，我知道有这个习俗，我为了连贯。我不能破这个我内心的这个东西，这个已经忍了八九年了，按您的说法，结婚八九年了，怎么现在就忍不住了呢？主要其实现在这不已经成为一种婚姻习惯了吗？我听下来就是在家里基本你听他的嘛，嗯，对吧？拿他也没办法嘛，出去喝酒喝成这样嘛，一周喝三次，喝一次醉一次嘛，等于醒酒用一天，醒来接着喝，然后还说我莫名的惆怅。就为什么现在就忍不住了呢？最主要还是小孩子大了吧，之前小孩子小的时候好像已经忍习惯了，也没有太大的那种刺激。嗯，就现在孩子越来越大，而且就是说小孩子他可能就越来越不听话。我可以忍你、就是、我就感觉他的，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在这种环境。对，因为我感觉小孩子现在影响就说受到我们的影响已经很大了，又包括小孩子的脾气啊、性格各方面的可能都跟小时候变化很大，然后甚至就是说有的时候他小孩子的脾气可能也很大，就是我就感觉越来越往他爸爸的方向去发展。我就是感觉已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啊，就过去是一座大山，现在看着那座小苗变成了另一座大山，受不了了是吧？对。那想解决什么问题呢？想看一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就是说会不会改正什么的，因为确实之前的话我们每一次吵完以后其实他也会跟我承认错误，然后也会说以后会改什么什么的。对，那都说了八九年了，你觉得能改吗？那到这儿怎么可能改呢？就是你们俩今天夫妻站在这个台上面，可能是对这段婚姻最好的一个描述，看起来都是静好，其实下面已经波涛汹涌了，特别是在自己妻子的心里头，这段婚姻关系他在重新审视，但是他又不敢说出那个字来。先生也感觉到了婚姻的危机，对吧？调整起来还蛮难的，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伯公兄，丈夫刚才说有时候我有道理，有时候他有道理，但是他有道理你听了吗？你改了吗？很简单的，按照当地的习俗，你又不是不知道，初二回娘家半个小时车程，你顺他两次是不是应该有的尊重？他在娘家也是要面子的呀，你作为丈夫你给他了吗？你少的就是对他的不尊重。吵能解决问题吗？吵有用吗？夫妻要好好的沟通才有用啊，等到还有分歧的时候相互包容，有一方做出一定的迁就，这才有用啊。所以有一点您今天来对了，你的丈夫是必须要改了。你不要看就是我的性格问题，就是我自己也认为是错的，但知错就改在家当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又是很难的，因为没有约束力。今天您应该有危机感，如果不想离婚，
不想这个家被你拆散，你就好好的去反省自己，反思自己，去改变自己。你改了，妻子看在眼里，他有一些做得不好的，他也慢慢会改的，这就是一个温馨的平衡，明白吗？谢谢，谢谢伯鸿兄。来，沙大老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治得了你脾气的人是你爱的人，受得了你脾气的人是爱你的人。如果夫妻双方有一人是在用忍度日的话，那么这个雷迟早会爆的。我们虽然说夫妻双方要容忍，要包容，要理解，但是容忍、包容、理解都是有度的，更是相互的。如果只是一方在容忍，一方在理解，一方在包容，你觉得谁能坚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谁都坚持不下去。所以在这儿其实是给丈夫提醒，如果你还让他一直在忍受当中度日的话，因为他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无数次的提到再忍再忍，你把他压像弹簧一样压到底，他迟早会弹起的。我对女生说的一点，如果你的丈夫改不了的话，你要改什么，你要怎么改变，这是你要思考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改变不了我们生活，改变不了我们的世界，那难道我们不活了吗？当然不能，我们就要想办法自救，自我改变。那你要做出的改变是什么？这是今天留给你的问题。就说这么多，谢谢。特别怕你丈夫这样的男嘉宾，你知道为什么吗？啊，说过是吧，坚持坚持，就是如果你希望儿子更好，你一定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反面典型，让你的儿子不学你，让你的儿子跟你做对照，跟你做对比，在否定你的情况下期待你的儿子成长得比你好。我讲明白了吗？好嘞，那我祝你们的儿子以后学习顺利，身体健康。没用，当反面典型只会让你的儿子可能输得更惨，因为永远有一个自己的父亲站在面前告诉他，你看你是老鼠的孩子，既然是老鼠的孩子，那么打洞的能力一定强，其他的算了吧，别想。每一次当孩子自己有了一些厌学也好，或者情绪不能管理的时候，他都会想，因为我像我爸，我爸就这么糟，所以我有什么好克制的呢？我为什么要修正自己呢？基因，因为我爸是老鼠，所以我会打洞嘛，那我为什么要学别的本领呢？所以有的时候当这个榜样只能变成一个坏榜样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切了他，把他从家庭关系里切割出去，而不是留在儿子的身边告诉儿子说，看，不要学他，不要学他。我们过去都还在说孟母三迁嘛，孟母挑的是邻居，孟母挑的是环境，但是假如家庭环境里头您的丈夫反而会成为儿子最糟糕的那个榜样的时候，是不是要让他迁移走呢？这个问题您得自己想。先生对您没什么好讲的，您对女人要求的太多，对自己要求的太少，所以祝好运。谢谢米达老师。什么感受？五味杂陈。我其实上面有一个感受啊，就是你说这个世界上哪有完人存在吗？绝对没有，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瑕疵，那个人才更鲜活。就像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的这个男人一样，我觉得挺特别鲜活，一批老公都是这样。我们常说不要在孩子面前发脾气，有几个做到了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发过脾气的？有几个？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伴侣，谁做到了？太难了。我没有替您开脱的意思，我是想让你的妻子知道，你面临的现在的这些困境很多女性都在面临。你们家的特别在于这个男人对酒精的无度，有点依赖了吧。如果一周喝三次，次次都醉的话，基本上在心理学上，雷老师算是有酒精依赖，对吧？这是需要戒酒瘾的。这个形成依赖以后就麻烦了，所以很有意思。人家说，一个人应该有一个终生的爱好，就一辈子的爱好。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好像家庭里面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大多数男主人和女主人都没有自己的爱好，所以他们的焦点，他们的关注点，不是关注在配偶身上，就是关注在孩子身上。因为他自己是没有一个精神依赖的，所以您找到一个精神依靠，您的精神依靠就是那二两小酒，是吧？因为喝完以后快乐呀，在那个瞬间是快乐的呀，怎么办？找个爱好吧。改吧。改不了，酒戒是可以戒的，脾气是改不了的，找个爱好吧。对于妻子来说，我觉得至少在我们今天听你们讲述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妻子做的已经可以了。我们还能要求这个妻子做什么呢？我跟你的工资收入是一样的，家里面你只是交一部分钱给我，我去支出它，我精打细算，你有钱去喝酒，我为了赶火车才特意打了一个车，他那个特意这个词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在家里面丈夫做到了这样，他还在那儿忍，没有就不好再要求您做什么了。如果还想让这个过起来，至少重新有点希望吧，你不想让自己快乐对吧？那就快乐呗，其他没有了。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哎呀，可能想说的话太多了吧，脑子里边一下把这个语言一下组织不了那么好。嗯，对，您都没落上说话的时间，多听听他的心里话其实挺好的。谢谢两位，请回。来吧，我们看看这对夫妻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伯父兄，我认为这对夫妻他至少大家看到了婚姻的危机问题的存在，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今天来了肯定有作用，双出也是肯定的。来来来来，山大老师，其实我感觉到对丈夫应该是有触动的，因为他在那60秒的时候突然感觉要有很多话说，就证明可能是有一点触动的，希望这个触动能维持的时间长一点。也挺难的嘛。李老师，我建议妻子别出来，你过去这么多年太周到了，你周到到你的丈夫每个星期定期忽略你三次，可以喝得酩酊大醉回家撒酒疯，说明你的丈夫一丁丁点儿都不紧张你。你不妨趁着今天别出来，让他体会一次当妻子不周到的时候他的面子丢得有多大，让他学一次乖吧。这个建议太好了。对、啊，不但应该不出来，而且在他下一次喝醉的时候要以邻居的名义报警，这样的话呢警察才能上门来做一些取证啊，并且可能会给予一些罚款，这样多弄个几次了以后，作为丈夫怕被留案底，而且做妻子的也不丢人，因为扰了邻居这是一定的，所以你要这样多治他几次，他断然不敢酒后大闹事。哎呀，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在你们家啥事儿都你说了算呀。最后招太多了。最后想告诉妻子的是，你的憋屈其实也是大多数现在女性的憋屈，因为我们老在要求女性处处都闪光，要有很多闪光点，但是我们对男人却只是说能看到他身上有一个闪光点就可以了，所以别出来姐妹。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是怎么选择的，请开门。这个不听话，哎呀！逆来顺受了那么多年，你今天反叛一次又怎么着呢？
你让他感觉到一次真的危机来临多好，还非要出来。因为我这些年也确实是心里很委屈。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 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再一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